好，同学，我再做一次哈。我们这次插入图文字艺术师，好，然后随便选一个，好，直接帮我打2024，虚线变实线。好，如果你待会想要跟刚才一样，那你就只要做一个2就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好，或者是20，就是明年是2024，没错哈。好，所以待会这个虚线变实线，你要自己稍微控制一下。那如果你想要让它变成大一点点，请你回到常用大小。好，那待会因为我们这是数字的字型不用选中文。那有时候你想要看那个文字效果，你要故意先移到你待会选到它，可以看文字它的变化性在哪一个字性喜欢。有没有看到我游标移到哪一个英文字，它有时候会有变化，有没有感觉？好，所以你待会去看一下哪一个是你想要的。好，那颜色你可以每一个都不一样，你可以去找你想要的颜色，好，或是只要两个固定的，只有后面两个，可以直接这样好了，一个颜色，好，这一个另外两个是同一个颜色，好，自己设计哈，这个。如果这样不好选的，就分两次哦，因为我怕大家有点不知道那个控制哈。假设这边这个不好选的人，你就从后面选回来，这样可以吗？不好选就从后面选回来。好，这个是用什么颜色不掉的，好，这样好。那待会你去设计你要的位置，好，帮我看看你要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我就说我设计还需要你们帮我，你们有没有其他设计感，好不好？来，那如果你想要像刚才一样，那你只要做一个2，想要到时候可以乱跑的，你就输出一个数字2，对不对？ Ctrl 按住，复制，好，就直接改数字，好，这边改成你要的数字，然后去这样就可以直接可以比较活泼性的，或者是你要的一个效果去出现，好吗？好，来这个自己玩看看你喜欢哪一个，那我还是用原本刚才那个我喜欢的就好了，你们自己感受一下，好吗？来，给你，帮我再插入一个文字艺术师，改成年度。